感觉人心惶恐，听见万民在歌颂，世上人们开始呼喊耶稣基督我救主。我们看见神大能运行，我身向河正流向万把，我们敬拜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彰显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敬拜，请问表示你对神有信心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这样子敬拜，我相信你的信心是不一样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要给我看，是要让上帝看，让上帝看出你对他的信心。阿们。我们一起再从头来宣告，我们的敬拜要使群山震动，好不好？去找三个人，你去跟他说，我们的敬拜要使群山震动。敬拜要使群山震动。虽然现在是晚上，但是我们也要很有活力。我们要带一个，要一起敬拜我们的神，叫群山震动。一起从头再来。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？听见大海在怒吼，万民都在扬声歌唱，耶稣基督已复活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主。你是否感觉人心惶恐，听见万民在歌颂，世上人们开始呼喊耶稣基督。是的，我要看见大能。
子里正在战斗，当主百姓同心歌颂，山川消息汇成河流，历经一切破碎忧愁。向耶稣吗？你渴望看见万口都来称颂主耶稣吗？是的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主，是信实的主，是全能的主。是的，愿真的全地都来称扬，来颂赞我们的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开口来赞美他，一起开口来赞美他。是的，宣告在这个不平安的月份里面，是的，宣告要有更多的人，男女老幼都要来归向耶稣。从我们这个人开始，是的，真的让我们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形象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口来赞美，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赞美。我们要赞美。哦，耶稣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是的。主啊，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在你的保守里面。主啊，是的，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中，但是我们宣告，主啊，我们是属你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是的，赞美你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常常常常对着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来呼喊，说是的，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还要大。是的，虽然世界在恶者的手下，
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的，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的还要大。你是属耶稣的，哈利路亚，你是属耶稣的。是的，真的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，我是属耶稣的。是的，我能够得胜一切的软弱，我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。是的，那是因为有圣灵这个宝贝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借着下一首诗歌，我们再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说，主啊，你在我的里面，你要帮助我，你要向我来说话，你要带领我能够进到那个水深之处，能够跨越一切的困难和挑战。我相信靠着你，我一定能够得胜。我们安静地坐下来。我们先轻轻地来唱。尝过主恩的滋味，还有什么更甘甜？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。世界全所有，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。从头再来，尝过主恩的滋味。从头来唱，姐妹来安静，姐妹来默想，你曾经尝过何样主恩的滋味呢？继续的来唱，世界不再吸引我，主爱胜过前所有，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。一起来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命海阔天空，
请姐妹从头来唱。穿过主恩的滋味，弟兄来默想神的恩典，还有什么更甘甜？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。世界不再吸引我，主爱胜过全所唱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命海阔天空，无论环境顺利，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你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了，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了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了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是的，每每我想到当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就满是感恩。我就想到我还有家人，他还没有邀请耶稣住在他的里面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真的要为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感谢神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软弱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人的软弱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，人的软弱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。神的话说，我们是器皿，但是有这宝贝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，我们是何等的有能力。你相信吗？当我们再来唱副歌的时候，真的我鼓励你带着这样的信心。或许你觉得你很软弱，你正在忧伤的里面，你正在流泪的里面，你正被仇敌给困住，你正在疑惑没有信心。是的，但是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虽然你是瓦器，你很脆弱，但是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神的大能要领导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用副歌来宣告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我的生海阔天空，无论环境顺利，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站立。
过去，难都将过去，我靠主站立。开口来祷告，我们向我们里面的耶稣来说，耶稣感谢你，你住在我的里面，你住在我的里面，主耶稣你帮助我，不要向灰心来让步，不要向惧怕来让步，不要向恐惧和疑惑来让步，不要向黑暗的权势来让步，帮助我常常的来顺服你。主啊，是的，我说我这个瓦器要因着有你的这个宝贝在我的里面，我要更多的为主彰显荣光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是的，不论环境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无论多大的困难，是的，是的，不管人怎么说，是的，不管有多大的挑战，是的，在你里面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，是的，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我们一起再来唱副歌，我们再来向神来宣告，耶稣你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勇敢，我说我要抓住你，我要常常顺服你，是的，帮助我这个人常常来荣耀你。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诗歌很激励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知道你现在心里的情况是什么，有的时候会不会被困难压垮了你的心，甚至有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怒气，有很多的失望，或者有很多的重担担心，以至于虽然耶稣在你的里面，可是你却好像没有办法去面对每一个困难，因为你没有把所有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就跟你的小组的组员，最好是两三个人，你们就拉着手一起来祷告。困难是生命一定有很多的困难，这些的困难是神给我们的养分，可能就在你牧养的上面遇到困难，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，甚至是你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为这些的困难来仰望神，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，好不好？你就跟你的主员一起，两三个人一起来为彼此的困难同声的来祷告，同声的来祷告，扶持一些真的在艰难的当中，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服事彼此之间的代祷，上帝的能力就要进到你的里面，让他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焦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沙拉拉，哈利路亚，西卡拉拉，西卡拉拉。哦，沙拉拉，哈利路亚，西卡拉拉。哦，沙拉拉，哈利路亚，西卡拉拉。哦，沙拉拉，哈利路亚，西卡拉拉。主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困难
主啊，这些的主啊，好像我们心中所担忧的不是我们的焦点，主啊，我们的焦点要再一次调整，调整，调整来对准你，是你在我的里面，主啊，是你在我的里面，主啊，因此我里面有，主啊，有力量，有真实的平安，有真实的盼望，主啊，是有出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是有出路，主啊，能够看到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的用，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的用，主啊，我相信的是你，主啊，是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主啊，是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，是你的大能，是你的大能，主啊，你的大能，主啊，才是我所定睛所仰望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所有在我们心中，主啊，一切，主啊，不必要的愁苦，主啊，一切难处而来的压力，主啊，是的，我都要卸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都要来寻求你的面，主啊，是你的光就要来光照我们生命里面这一切的黑暗，主啊，我们心中的瓶颈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一切的失望也要离开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再一次，主啊，灵里的力量，主啊，再一次刚强起来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灵里的力量，主啊，再一次刚强起来，主啊，灵里的力量再一次刚强起来，主啊，因为我的神是复活的神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是带我通过这一切的，主啊，在逆境当中，主啊，是你带领我，主啊，是的，带领我通过，主啊，为这所有的这一切来感恩，主啊，因为知道，主啊，借着这一切，你要是使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，而且更有力量，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更多的，更多的来，主啊，充满我们里面，主啊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是的，宣告你就在这些的上面来。我们还要为一件事情来祷告。今年呢，我们在每一次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就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，我们要一起来拆毁所有破坏我们家庭的邪恶祭坛，特别是偶像跟祖先的崇拜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能够成为归向主的家，能够成为敬拜神的家，我们要捆绑所有拜偶像的黑暗权势，无论在你的家，在祖先里面，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黑暗的权势，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捆绑这样的权势，也要为我们的家来宣告，我们的家是侍奉神的家，是一个全心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的家，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已经应许我们一人得救，全家归主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所有，主啊，我们的哦，主啊，真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你的，还在黑暗权势里面，主啊，所有这些偶像的祭坛，主啊，背后的黑暗权势，主啊，要奉耶稣的名，要捆绑这一切偶像背后的黑暗权势，要完全的离开我们的家，主啊，离开我们的家族，主啊，离开我们的家庭，离开我们的家族，离开我们的家人，主啊，宣告我们是你所造的，主啊，也是要敬拜你的，主啊，宣告我们的家都要来归向耶稣，都要来认识真神，主啊，他们被仇敌弄瞎的心眼要打开来，要打开来，要打开来，主啊，要尽心尽心尽心尽意主啊，尽力来爱神，唯独你是我们全家的神，是独一的神，是我们所要侍奉的神，是我们所要侍奉的神，是我们所要侍奉的人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拯救我们的家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如何拯救我们，你也来拯救我们的家，拯救我们的家，拯救我们的家，脱离这一切的黑暗权势，拯救我们的家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宣告，主啊，这一切过去进入的，主啊，这些黑暗的偶像的祭坛，主啊，必要被拆毁，完全的拆毁，完全的离开，所有的祖先的崇拜都不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主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来唱副歌，再次来唱副歌，因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每一个明天。哈利路亚，
稣在我里面。是的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开阔的，开阔天空。无论环境顺利，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能勇敢面对明天。困难都将过去，我靠主站立，定睛天上荣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再次把你放大，主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主啊，唯独你是我们心中所依靠的，主啊，是我们主啊所注视的，我们所仰望的，主啊，无论我们环境遇到多少的困难，主啊，我们仍然回转的就是来仰望你，主啊，来依靠你，主啊，再一次宣告，因为有你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个困难，所有这些的困难，主啊，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帮助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，主啊，所有我们愁苦的，主啊，都要变为甘甜的，主啊，好叫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应许，你永不离开我们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阿们。请坐，我们要继续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奉献，基督徒的十分之一奉献，这十一是属于神的，归给神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从头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到副歌的时候呢，就请弟兄姊妹开始奉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你还不认识奉献的真理，没有关系，就是有关理就好了。尝过主恩的滋味，还有什么更甘甜？一生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，世界不再吸引我，主爱胜过全所有，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。开始奉献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命海阔天空。无论环境顺利，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能勇敢面对明天。困难都将过去，我靠主站立，定睛天上荣耀冠冕。副歌再来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我的生命海阔天空。无论环境顺利，我深深相信困难
我们不仅把我们的金钱奉献，主，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的全人奉献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主啊，真的超过这世上一切全所有。主啊，你，主啊，真的是天上我们有谁呢？地上我们也别无爱慕，唯独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所爱慕的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来使用，坐在一切福音一切需要的圣工上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要来报告教会消息。